107学年度大专棒球联赛公开男一级赛事，19日在天母棒球场进行最终决赛，季军战由南华大学对上台湾体大。台体开赛攻势猛烈，四局结束取得5-0领先。南华五局上吹起反攻号角，捕手全浩伟大棒一挥，一支三分全垒打。南华靠着此局强攻4分，五局结束追成4-5，南华仅1分落后。台体很快在第六局追加3分保险，再度拉开分差。后三局南华并未拿下分数，台体以季军作收。教练林宗毅肯定球队表现，期待明年有更好的成绩。都很拼啊，对，但是技术层面成熟度、稳定性当然是还不足的，我回去要努力练习，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。晚间冠军赛由开南大学强碰卫冕军文化大学。文化三局下靠着2支安打先持得点，第五局再由李凯威、姚冠伟连续安打再拿一分，取得2-0领先。开南受限于文化先发投手李成峰压制，前6局未能进账分数，8局上半才从文化后援投手苏俊章手中攻下一分，最终文化大学2-1击败开南大学，拿下今年冠军，成功卫冕。文化教练廖敏雄表示，虽然过程艰难，但还是靠着团队合作拿下冠军。开心，就至少他们能够撑得下来，这个是这一次比较值得肯定的，因为我们这次的战力真的没那么好。我有几个我认为很不错的选手都因为受伤，然后没有报名也好啦，或是没办法出赛也好，那在有限的一个选手的情况下，能够撑到最后，每队的实力都很伯仲之间，那要的就是选手之间的一个凝聚力。开南教练郭李正夫认为，球队因为没能把握住得分机会，输掉比赛。今天打击在掌握对方投手的那种脚步比对方慢了一点，那所以在一些串联上比较没有办法做攻击。那对方也是在有机会的时候那都有把握住。那我们就是有2次机会，我没有好好把握住，所以就是会以1分之差来输掉。本季文化夺下队史第11座冠军，持续创造冠军纪录。SSU 特派员王一婷、王腾毅，台北报道。